如果您再保持这种态度，保持沉默，我们早晚也得赢。影响最大的，倒霉的是彭笑。大爷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哟，这大爷怎么躺马路上了？不是，这谁家老人呢？哎，不认识。赵猴子，是你把老人撞倒了吧？什么我撞的？我这车还没到这儿，他就倒下了。啊？那你赶紧把老人送到医院呢。我送他到医院，他醒过来把我扼住怎么办呢？嘿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？你们家没老人呢？我不是没同情心，你没听说过吗？救一次人，最后救人的那个人赔得倾家荡产呢，你知道吗？这都什么人呢？来，大姐，来，快帮个忙，帮个忙！哎，小伙子，来搭把手，咱把老人送医院去。大哥，来搭把手，咱把老人送医院。大姐，来帮个忙。对呀，你们都帮帮忙啊！见义勇为，救死扶伤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这美德都去哪儿了？帮帮忙吧！这谁家没老人呢？这叔叔，见死不救还行啊？哎，你别走啊你！叔叔，大爷，大爷。你醒醒，醒醒！哎呦喂，这喂120啊！哎，护士，这个都过去半个小时了，老人没事吧？还在抢救呢，血压那么高，再严重点就会脑出血了。你是病人家属吧？啊，你先去交费吧，救护车上的费用也一起交了。不，我不是。救护车是你交的吧？救护车是我交的，可是这个钱呢，他不该我交啊。怎么不能你交呢？哎，他怎么就非得是我交呢？我知道了，像大叔这个岁数的人，肯定不止一个孩子，但怎么分配出钱，那是你们家人的事情。现在你就应该交上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他的家人，我跟那老大爷我就不认识。你看我们家老人家过生日，我刚买了生日蛋糕，我还得忙着给我们家老人过生日呢。喂，那就更不能走了。是你叫的救护车，你肯定知道是谁撞的。等会儿警察来了，你还得作证呢。我作什么证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什么乱七八糟！来人了，要是两样逃跑啊！谁逃跑？谁是肇事者？我是救人的，不是你们撒手，你们撒手！这世界很酷。